这个礼拜有非常重要的东西。对，冠瑞决赛只取18了，上一次是在22，所以其实有点危险。大家真的是希望可以让我们的冠瑞进决赛，拜托了。今天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Boys Planning 的参赛者邱胜阳。原子少年海王星成员 YY 邱胜阳未能顺利成团，转向韩国参加选秀 Boys Planet。虽然在第一轮就被淘汰，精湛表现仍让人印象深刻。更与还在奋斗的冠瑞成为好友，像是他刚到韩国，人生地不熟，韩文还烂到爆，这时候就只能求助好友了。因为东东跟冠瑞就是他们都有在韩国训练过，我们就是东东，冠瑞怎么办？休息期间的时候，我们有自己出去住，跟轩浩还有冠瑞，然后我们三个就是一起住在宏大，我们自己会用电视看，因为看到一些自己的画面的时候就会很开心，那边吵，甚至还有被邻居敲门，因为韩国食物真的太贵了，所以我们自己煮菜，然后我们也会请一些国外练习生，然后其他居住练习生来家里吃饭。谁厨艺比较好？其实煮饭都是我跟轩浩，然后冠瑞负责吃。知道今天回来的时候，冠瑞有说什么吗？冠瑞就说你要帮我投票哦。没有啦，他也是很不舍，因为我们自己录制期间是没办法使用 IG 对吧、啊、不能发东西，所以我后来淘汰嘛，所以我就是努力帮他拉票。这个礼拜有非常重要的东西。对，冠瑞决赛只取18了，上一次是在22，所以其实有点危险。大家真的是希望可以让我们的冠瑞进决赛，拜托了。他自己也很担心他自己没有办法进，他其实心态上也是很紧张，然后我们都希望发出的暗示讯息能否到达你心里。啊，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原子少年刚结束，然后我的 IG 还有公司就是有收到 Boys Planning 他们在征全球练习生面试，那时候就想说抱看看的心态，没有觉得会进，结果就这样一步一步这样。这首歌的奔跑，这首歌都是节目组给我们的，主要舞蹈的话是冠瑞，后面那个转问那边都是冠瑞去编排。练习多久啊？练习算久，就是练习大概2个礼拜，然后我们每天都是从早上起床大概9点，然后就去练习室，然后到晚上7-8点多才回来。其实冠瑞他在韩国当过1年的练习生，所以他其实很了解韩国现在练习生有多么厉害，所以在练习的时候一直跟我们说必须一直加油，一直加油，不然真的会输得彻底。我们是按照我们主题曲的点阅率最高的人可以先选，我们是 Yutaka 练习生就选了我，还有我们任佑。Leader 是宣浩，他那时候就是我们组的 Leader， 就我们总共大概是练了不到10天。我在那个义工的前2天就是被队友跪到眼睛，然后就当下就流血去缝了4针。不是不是不是，难怪你那时候戴眼罩。其实那时候我在义工当天就已经拆线了，医生就说我不能化妆，所以节目为了我的安全，所以就给我一个有点像虎克船长的眼罩。很遗憾没有在义工表现好，然后又加上我其实在彩排那天才戴眼罩练，就是直接戴眼罩上场。虽然我在看到成绩之前就是一直可能跟别人说如果拿零票怎么办，我拿零票怎么办，但就是只是说说，就没想到这样拿零票，就觉得很绝望，就已经有点就绝望到眼泪不知道怎么流出来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回去面对朋友或是家人们，就觉得很丢脸，但后来就是也是释怀了。We burn it, who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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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oa. 일단 간격, 타이밍, 박자, 디테일 다 안 맞고 있어요. 在那边其实很多事情都不是往自己想象的地方发展，所以每天都觉得
很烦。也是因为遇到了就是一群很好的人们，我们回去宿舍的时候每天都会一起排解心情，里面聊天。刚开始可能大家会用食物去交换，但后面食物变成一个很珍贵的东西，就会把食物藏起来，甚至有人就是直接把那个，因为我们有那个白板，然后直接写说我没有食物，然后放在那个门口。有你的包裹。안녕하세요저는태페에서는초생양 YY 입니다那整体而言呢、啊，你参加的节目，你觉得最难的地方是什么？我觉得语言相对困难嘛，节目也是有安排一些中文的老师，不太会担心到这些状况。但如果是我们自己义工在练习的时候，就没办法有老师们去介入，因为希望是可以用最真实的一面去录制。你觉得参加这个节目啊，对你而言收获最多是什么？我觉得收获最多就是认知自己的不足吧，让自己知道这个职场上的就是真实的一面，觉得对我的未来帮助真的蛮大的。就知道自己回来的时候觉得蛮难过的，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些能帮我投票、帮我支持的粉丝或朋友，还有家人们。后来出来之后，粉丝们就给我的回馈都很多，我就觉得其实我自己还是有被看到的，所以我后来回来才想要跳那个主题曲完整版，就是也希望可以给粉丝们看到我在节目里面的进步。准备要怎么样？有什么新的计划呢？跟大家分享。目前还是就是也是想走这一块，所以有机会看到你成团。我不知道，有可能哦。反正就是之后就可以看到我未来的计划了。好的，请大家敬请期待喽。没错，谢谢。谢谢，拜拜。谢谢中天娱乐，拜拜。